Michael， 你觉得欧汉生跳舞跳的怎么样？欧汉生跳舞真的很好看。很好看吗？对啊。他有表演给你个人看过吗？个人哦，个人应该没，可是他应该有了，因为他很爱表演，所以他三不五时都会这样一直在表演。我出道到现在就两个而已。谁？就贾静雯跟 Marky 而已。哎 ，Marky 不是我的好姐妹吗？我想内情你应该比较了解吧。好像听说一两个。我就不用再多解释，因为已经过很久。对，贾静雯听说你真的是跑到人家房里去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以前录少年兵团的时候。应该是要去雕牌吧？我在想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没有。没有要吊牌，对，就是真的是要找他发生肉体的关系吗？不会吧，你不是那么好，不是，啊不是，我先认识他了，啊你先认识他，对，因为他呢，就是他那时候那个飞龙在天，有没有？要出专辑，你想演飞龙或飞虎？不是，就是他要出专辑，然后有一首单歌他自己的。然后因为他哦，去教他唱歌啊，我去教他唱歌哦，用这种借口啊，没有借口啦，他怎么会整晚都是拉高音啊？最近生活是很困苦吗？还好啊，怎么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是？对啊，我好凄凉哦。怎么可以来宾这样讲啊？他造型就这样啊，你就是好像辛苦了过了一阵子。有一个要求，我想要拜托小 S 一件事情。可不可以求求你用手刀往这边砍一下？为什么？对，他跟你绝交吗？破除我的魔咒，拜托。什么魔咒？你还记得吗？当年在大小爱吃的时候，你跟他交往过吗？不是啦，他只有跟马克交往过。他说切断跟马克的情缘。不是。我说什么？他问我说有没有跟某一个女艺人交往，然后如果说我说谎的话，就不能出唱片。一辈子，你说谎，你当时你说谎哦，对。那我们不切，你就拜托啦，切一下，我想出唱片啦，讲出来就好了。对，什么都有，对，都有。我忘记我问过你哪一题耶？对对对，我只知道你跟马 Q 在一起过啊。对对对对，所以你有跟马 Q 在一起过。有。你只要肯看，什么都有，拜托你。对，是这件事。我想看哦。那你有没有跟吴一佩在一起？有。也不对，我们最近认为你跟吴一佩。哎呦，快看！不行，你要认真回答。我认真吗？在交往？拜托，拜托。没有你，你有跟吴一佩亲嘴吗？有。快看！他住你家过吗？好硬哦！你先砍啦！不是，我要问清楚，再砍。不行，你要先砍这个魔咒啊！好，有，快！已经住你家了。有，快！所以现在还在一起？有，现在还在我家，对。我要出唱片，2013年了。我愿意砍这一刀，可是你要再跟我们讲一个你曾经交往过的女艺人的名字。哦，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啊。我们怎么会忘掉这个？对啊，问他到什么程度好了？现在还躺在家里。所以小贤当时是。你自己要玩这个东西的吗？快点！小贤是他把你甩掉，还是你把他甩掉？只有这一题了，讲完这一题就切了。我只能回答有或没有。你有把他甩掉吗？有。是你把小贤甩掉？哪这么刀来？你是我父亲，他凭什么出唱片？心汉，你给我回去坐好。他还是不可能讲出那么多秘密。好了，欧汉生，我跟你讲，你好好跟 S 解释一下怎么分手的，不要说你把他甩掉，他可能又愿意切这一刀了。人家现在都很幸福了，就不要讲了啦。需要他切那一刀吗？拜托，快点。好啦，帮助他出片了。你要拜托你切的时候要说破这样子，对。好。主持金曲奖，我要出唱片，我要拿金曲奖。可是万一都已经走成这样，我都已经破了，然后你还是没办法发唱片，那就没有其他原因。那就不能怪你了，对，因为我一直都在怪你，所以真的假的？你在怪他吗？哎，也不是啊，就是心里有点小怨恨。竟然真的做到了耶！是，我记得他在康熙的时候被你为难过，哎。可是我忘记上次为难你是为了什么事，哎。不是，他没有为难我，他帮我。
可是好像本来有个魔咒，对不对？对 对，因为是他诅咒你说出不了啊。也不是诅咒啦，对，就是有一个做菜的节目，那是一个魔咒。对，说什么？就说那个如果不承认某个女星是女朋友的话，就一辈子发不了。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马 Q， 不是马 Q， 是啊，另外一个，对对了，莎莎嘛。不是，也不是那个，也不是那个，另外一个。去去武器走。他武器走，他人不会走。对。所以后来那个魔咒生效了没？有挡到你出现吗？其实真的很神奇，就是后来那一阵子在谈。所有唱片都很多唱片公司来接洽，对。然后可是后来就不了了之。刚那句话是场面话吧？应该很多唱片公司来接洽吗？其实就一家吧。市面上有很多唱片公司，两家了，有两家主动，内地的有两家主动来表示有兴趣。对，然后我也很开心。然后可是经纪公司经纪人去谈之后就会谈，我说那后来呢？哦，没有消息，无疾而终，就是都这样，很奇妙。然后直到那一次来上那个节目之后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那一天在想说，是不是要来做一件什么事情？来破解那个魔咒。对，来破解那个魔咒。然后我就突发一想嘛，然后就请小孩子帮我切一下，这样一切，什么水灵打开？对，然后后面等等切那个魔咒住，他真的出片应该很久了吧？很久啊，有没有超过一年半？有一年半，然后中间那你一定觉得切魔咒没有效？有效，我真的觉得，因为后来就开始越来越顺利这样子。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，他说欧汉生跟他混熟，是欧汉生要追贾静雯，怎么录嘛？对，到处都地雷，怎么录嘛？他有跟贾静雯交往过，没有交往，他是透过你交，没有，是透过你认识贾静雯的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怀疑说他会对我这么好，是他想接近，更接近我姐的核心。可是 S 的意思说他其实交往过贾静雯。我们现在 confirm 一下，你说他没有跟贾静雯交往过。我记得我姐是喜欢帅哥的。那他算帅啊？有的是。不然，卫斯理，我们孩子快叫姐夫。卫斯理，我们用他的专辑来诅咒好了。好。所以他如果先不要好不好？他如果没有跟贾静雯交往过的话，这个就会大卖。他如果跟贾静雯交往过却不承认的话，这个就只卖，你觉得300张够吗？差不多，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人都卖这个。先不要好不好？300张。先不要，真的。所以不要用这个来赌，真的。你跟贾静雯交往过？先不要，真的。反正不管有没有，你今天请他来，让他想不聊贾静雯的事情，没有道理啊。我试一下会跟他讲嘛。所以你跟贾静雯交往的时候，你还跟他不是朋友吗？不是，你跟贾静雯交往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弟弟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所以贾静雯现在是差不多岁嘛。我跟静雯认识的时候，我还不认识卫斯理。所以你有叫过欧汉生姐夫吗？没有，他只是一直跟我说他英文名叫姐夫，不知道什么。他好爽快哦。Yeah, so stupid. Yeah. 所以你是暗示他，你就是姐夫吗？My name is Jeff. Jeff. 哎呀，麦吉大哥。麦吉大哥 Jeff。哇，你范围很宽呢。不是。所以拜欧美共。为什么那时候他跟你姐交往的时候，你没有想要跟他变成好朋友？因为没有这件事啊。可是你说他跟你混熟是为了要追贾静雯，我感觉是这样。所以啊。就是有点，对啊，不然他为什么要干嘛认识我？没有意义啊。没有意义。对，然后对。可是他完蛋了，他掰不下去，怎么办？我们太多了。卫斯理他，其实这题我也想知道。对，卫斯理他把我视为情敌，因为他恋姐也很严重。你啦，他超级严重。哎，可是你欧汉生，你刚刚讲的话就表示你跟贾静雯交往过了。先不要乱讲。他恋姐，他把你当情敌，真是。你干嘛承认啊？不是，我们私底下都会。他怕专辑卖不好，所以承认了。不是，我们私底下都会讲。你今天干嘛请这么多出纰漏的朋友？哎，我没想到他跟贾静雯会配对。我都忘记这件事。没有配，对。所以你横跨娱乐史哎，从贾静雯，从贾静雯到莎莎，你真的是。不是，好，我们体谅这件事啊。好了，欢迎直接讲好了。好了，因为那个时候马奎尔喜欢会弹乐器的人。哇，你这也太直接了。直接你们也受不了吗？对，要不然怎么录嘛？你直接需要为了出专辑，一直用专辑来发誓，怎么录嘛？对，对，马奎尔喜欢会乐器的人。对，然后他喜欢 Hide， 就是那个日本的乐手 Hide， 然后就很想要学吉他，然后。
就帮我认识那个胖姐介绍卫斯理，嗯嗯，给我认识这样，然后就开始跟卫斯理学吉他，开始玩音乐。他跟你学吉他的时候，有跟你告诉你说他是为了 Markel 来跟你学吉他的吗？没有，他说他很热爱，他瞒住你啊！你现在才知道吗？你今天才知道这件事？算今天。你好意思称人家是死党吗？你我不知道这件事要交代的。这件事要交代吗？他以为你爱音乐，结果你是爱 Markel。不是，王力宏学音乐有理由吗？